大家好，我以2米7的船为例，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统一折叠船的一个安装过程。在产品报告提出来后，发现这个位置是一个折叠固定锁扣。我们打开这个折叠固定锁扣，也可以全部展开这个位置。这是坐凳板，是三块坐凳板。当船体打开之后，我们从船尾部依次装到船头，船体展开后，我们从船尾部开始安装整个船体。首先把船尾部的两个固定螺丝松开，松开后，我们以一个腿放在外面，一个腿踩在船体内部的时候，轻轻的拉动它，把这两个口放对准后，即可把这两个螺丝扭上。这个位置，这个螺丝是要扭紧的，可以给船体整个形状来定型。另外的一次安装方式和这一次是相同的，松开备用螺丝，一个手扶着这一侧，另外一个手轻轻的扳动船舷，扳平后这两个孔对齐。这一块注意一个受力，可以用膝盖另外的一个腿勾住船舷，这样的话更好固定。这样，船尾部的两个盖板安装完成，然后是安装整个的船体后方的一个船舷固定的挂钩。船尾部的这个船舷挂钩安装非常简单。当我们把这个船舷压进去的时候，这个钩子上面有一个锁紧的一个扣子，我们把这个锁紧的扣子打开，把船舷压下去，勾到这个底座上。这样就安装好了。下一步呢，我们是安装船体的后座板。PengYi这个船的座板，每一块座板上都有一个文字标识，在公司的这一个 logo 之下面，下面标着后座椅。三块坐凳就是每个船的坐凳板是不同的，它依次从后座椅、中一座椅、中二座椅、中三座椅到前座椅，以这种次序来排。我们是从后往前来装这个座椅，下面我们来装一下后座椅。后座椅的安装的一个时候，手用力往回压一下，就是船尾部的这个盖板，然后用手这块需要一开始折的时候会用一点力量给它折平之后，这个座板翻过来，然后用手一压把它给它装配上。另外一次的一个装置方式是相同的，用力往后推，推完了之后呢，手把座板从这折叠过来，然后压上去一扭，这样的话这整个后座板装配完成。然后就是中座板，中座板的一个方式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是后座板，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一直往后排到前座椅。中座椅的安装方式跟后座椅安装方式是一样的，在安装的时候，一个腿踩到船里，另外的一个腿呢勾住一下船舷，把这个压在一定的一个角度，座板放上之后，扭上座板。另外的一侧也是这个方式。直接扭上坐板，然后呢就是前座椅，因为我们是2米7的船，一共是三块坐板，这样的话我们再把前座椅安装一下。前座椅的安装的方式呢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压一下船口，勾。主要是两个腿的一个配合，
前头也安装完成，最后这一步呢是给船舷整个的一个船舷的一个定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力压船头这个位置，压好了之后呢，把这个船舷这个位置掰一下，然后把跟后座椅的那个船尾部的这个船舷固定轴固定方式是一样的，把这个钩子给勾住。勾上之后，这个船舷是整个定型死的，另外的一侧是相同的。船体的一个坐板的位置都已经安装完成，剩下这边就是装船头固定的三个螺丝，在配件包当中把三个螺丝取出来，取出来之后，我们这个安装螺丝，很多人在改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是从船头的第一颗螺丝开始安装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这个过程。很多人觉得这个坐板船头盖板的安装啊，经常会觉得错半颗螺丝孔，因为我们整个船的一个定型需要把这个板翘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安装第一颗螺丝孔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然后第二颗螺丝安装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这会儿呢要用把螺丝孔穿进去的时候，这会儿用力推一下这个脚，这样整个螺丝孔就安装好了。第一个螺丝要给它锁紧，锁紧一下，这样的话后面这些个螺丝孔的位置都相对应都很好定型。推一下这个位置，螺丝孔对好，往上一穿，第一个就安装好了。然后我们安装一下剩余的两颗螺丝，第二个也是，这个位置呢是需要推一下，就是用这个腿往上一顶一下，对齐穿到底。剩余的这一颗螺丝安装方式是一样的，轻轻的一推就可以把螺丝孔对齐。这个螺丝我刚才放在船底上了，暂时先不安装一下。好，接下来是浮筒的一个安装。浮筒的安装，这个尖头是向前的，然后安装浮筒的时候把船抬起来，先把底下的一个挂钩挂上。另外要注意的时候，这一根黑色的支带是在船的一个外侧，在外侧的时候能更好的固定浮筒。我们在后侧开始安装，这个扣子直接抬起，在这个扣子直接挂上即可，安装非常的方便简洁。挂上两个，下侧的挂好了之后，把上侧的挂上，这样的话，整个的一个浮筒安装就完成了。另外一侧的安装方式跟这一侧是相同的，也是浮筒的肩部向前，先挂上一个浮筒挂钩。再挂另外一侧的浮筒挂钩，后挂上顶，挂上顶，这样整个的一个船体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下面是关于船桨的一个安装。船桨的安装是把船桨直接船桨上这个孔安装在这个船桨座的一个锁轴上。要注意的是，船桨当中有一个弧面，这个弧面和这个孔尽量是平行的。安装的时候，这个弧面向着船尾侧，这样的话船桨的力量会更大。船桨的锁柱穿过这一个孔，轻轻地拉住船桨，把上面这一个防落水的螺丝锁紧后，安装即可完成。另外一次安装的一个方式是相同的，这个船桨是外向的，它可以任意的一个角度来放置。另外一次安装方式相同，我们暂时就